大家好，今天是112年的1月25号，大年初五。好，今天来到学校看巡一下。啊，天气非常好，晴空万里。啊，来看一下我们种了2年的紫霸牛奶果，紫色的哦，它是而且会比一般的时候大一些哦。那这个种了2年，今年第一次结，十几二十颗应该没问题，大大小小，这个比较大颗的，相较来看，那个稍的大小啊，这个，这两个特别大，到时候它成熟的时候，屁股这个后面这里。从开始从这边深紫色的开始跑上来，啊，按起来，如果软开始有点软了，半软的时候摘下来，放个一两天吧，哦，口感会比较好。真正好吃的话，它的甜度很高，哦，还有特殊的牛奶果的香味，哦，就像释迦，又像芭乐，的一种综合出来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应该是说就是牛奶果的味道。那原来我们自己种的是绿皮的，然后那在学校就种看看这个紫霸的牛奶果，到时候结交起来，哎，没想到成长的还不错，2年就有开始结了，结的这个速度还不错，大概20几颗没问题。所以这个等到大概4、5月的时候，它成熟，就是可以摘取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再来品尝它的紫霸牛奶果，它的味道如何？